害羞呢，还害羞呢，不行。然后我们今天就离开这儿了。他狼哥走呀？我走了，我们俩分开了。那个包头，下回再来。现在这回这剩我孤家寡人，自个儿吐吐痰尿，单帮一个人了。下回不知道多久了。兄弟们，你说我路上我带着这一堆东西，算不算克扣混仔？水果大窑干两箱，安慕希。走，临走给我弄一堆东西，我不知道他说出去办事儿，给我买一堆东西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整？谢谢，谢谢妈。仇人不仇人，兄弟们。仇啥呀？我成卖货的了。和我的朋友还有兄弟们告别了，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又走上了流浪的路程。今天到这个黄河最北的，这有个纪念碑，上面写四个字“黄河最北”，应该是黄河最大的几字形那个弯最北面。这边是一个广场，然后后边好多那个像沼泽地似的，好多水。兄弟们，我竟然神奇的听见了青蛙的叫。今天晚上在这睡觉，听着蛙鸣，你们细听。说真的，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听过青蛙叫了，因为我们那儿的水田，改成旱田之后，青蛙基本就很少了，只有在河边才能听见青蛙叫。在这块住能听见青蛙叫真好。最主要，另外还有一点就是，蚊子好大呀！看我抓住了什么，好大一只啊！这只大蚊子要叮我，被我给生擒活捉了。来，叮我手指上的皮是不是叮不动？妈呀，不行了，屎都被我给挤出来了。我之前那个电饭锅已经不太好使了，用了好几年了，之后现在已经煮饭不太糊。我看大亮用的也挺好，然后我也买了个这个。这饭煮老香了，尝一口饭。哇，这米饭好香啊，真的好香。蒸了一碗鸡蛋糕，大窑嘉宾，老妈牌花生米，海带丝，然后搅着嘴没味儿，来了一根小米辣，吃蛮香的。看把米球馋的，这辣椒你也要吃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昨天晚上我就是在黄河边露的营，我远处那个树那边就是黄河，就是黄河，咱们黄河不有一个几字形吗？几字形的最北边。上面那个建筑上面就写着黄河最北啊，黄河至北。昨天晚上这么大一个地方就我一个人，现在这个我还没完全交工吧，正在建的一个地方，一个景区，但是看起来好像已经建了好几年了，为什么没有交工咱就不知道了，可能因为交通不太方便吧。远处是一个人工湖，这整个是一个景区没建完呢，便宜我了，我暂时先在这住了一晚上。哪儿都好，就是大蚊子大呀。昨天晚上你们也看见那大蚊子，现在这还有呢，看这儿，哇，这大蚊子，看这儿，哎，好几个呢，这边都是。哎呀，还好他昨天晚上没叮我。今儿在黄河边啊，那个每天大家伙都说老浪你唱的歌怎么都这么悲，今天咱唱个不悲的啊，来个你是我的人。
浑了，能尝吗？我舔一下子吧。不好喝，不甜，没有长江水甜。当时我在长江的时候喝长江的水比这个甜，但是黄河水没有长江水甜，还有点盐碱味儿，怪不土大。能想到坐在黄河边上，往自己车上一坐，后边有门子挡阴了，然后坐着吃着西瓜，这感觉不错呀。看着黄河，其实我想在黄河边住一晚，但是这边蚊子太多了。吃个西瓜，一会儿跟黄河留个影，咱们准备出发。